中国宣布建成有1000个床位的医院，能够收容治疗那些感染的病患。美联社报道，第一批病患已经在周一抵达火神山医院，这间医院是在10天内盖成的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，在10月29日，该地区还只是一片空地。1月30日，破土动工后7天，工程便如火如荼地展开，并于2月2日完工。喜马拉雅国际工作站的推特账号发布的一个新影片宣称，展示的是火神山医院内部的设备。影片据称是由承包商拍摄的，承包商一边展示病房，一边警告说，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。他还说，比起在这里，在家隔离还比较好。影片中，他继续在医院内走动，展示被焊死的窗户，一个用来送食物的小窗户，以及无法从里面打开的门。明明应该是医院的地方，看起来却更像是监狱。网友说，在这两间医院通常不会轻易开门，会开门只有一个原因，病人死了。网友还说，这里看起来比较像医疗拘留营，根本就是病人的监狱。第二间有1500个床位的医院叫做雷神山医院，从1月27日开始新建，在动工12天后将在本周完工。